今天猴哥心情好，我敢跟他开句玩笑。你敢开的车？一早上起来，满满的负罪感呢。这猫还没回来，这回猫走，全怨我了，真是怨我了。毛毛，毛毛，叫一声我能听着，在这回来。我记得在这里就没出去。那天我给他录完像，他就搁这蹲着来的。这回猫没了，全怨我了。说是没是没，不理。嗯。小松鼠崽儿，这又一批小松鼠崽儿。哎呀，刚跟他把大木头装车上，这大哥他们没在这，自个鼓捣大木头，老沉了那木头，又折腾俩。有一个朋友农场呢，用木头。真跟金鱼一样。这块木头，他眼睛。这块木头，猴哥说能雕出一个金鱼来，可不是吧？这块正好鱼上边那鱼鳍哈，你不留着了？不留，没工夫整了。哎呀，这个昨天小伙子雕刻那小伙来。他拉走可行，他会雕啊，没想起来昨天。你有没有给他先打个电话？他们家在白天在农场打，还到那个谢天下院人家总能打电话，给你说好了，给送他家去。豪哥就给送木头去。大猫今儿不能不能回来？这回猫走纯粹是怨我，都怨我。哎，可劲的。哎，早上街道真安静。这都九点了，这块又是搞啥活动？儿童的设施，我拉这个儿童设施，每年举办那节目。这是粪池和窝灯这个帽里头，来消防车了，看车全都得停住了，谁也不能走了。他咋没打警笛呢？打了，刚才打了，看，你看，那是招苦了。所有车都得停住，不管红灯绿灯。那块着火了是啥的？嗯，消防车。好了，看，这前面车才能走。不管对向还是行驶，你都得停。嗯，只要是车就停。四个方向的车都得停。去往右侧匝道。哎呀，两个呢。这回咋没停呢？都走了。上404了，往北走。这边这个塞内卡学校挺多中国孩子在这上学的，我们家姑娘神兽在这上过学，专科学校。又上407了，刚才走错道。就是该计费了，前面的。刚上就下去。确实开始计费了，走了1.5公里，足足绕大圈，完了还得上高速，还得交遍钱。你说你这开车的咋开的？要是要圈保安，那得花钱。平时哪敢说这话，说着马上就翻脸，酸脸猴子就翻脸了。要对不起这姓，不翻脸对不起姓啊。猴子也不是总翻脸的，你这猴子前面得加个酸脸。北魏哦，右侧这路口下来。这个是最高好像24度，最低18度。哎，到了9点多，这馋咖啡就不行了，就想喝咖啡。刚看了一下，现在是19度，真凉快。嗯，这伏天这是，这可能二伏了，现在了。整整绕一个大圈哈。嗯。这都是 town house， 就是所谓的镇屋。你看，咱这都能看着市中心的电视塔。我记得有野猪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家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就这个里边哈，反正后边这个公园还看见野猪了呢，在那跑。那是刚干园艺时候，拍照片了，但是都整没了。哎，你看他种这些，给我们拿一盆去呢。他喜欢弄。嗯，你这花整多好养的。我看那边，你看他菜园子里的还有菜。对。真好整。
看这花各种各样，还有浇灌、哎。我去年其实我这些养的都是玫瑰，但是今年去年冬天那个天气冷，全都冻死了。哦，你看他就喜欢这个田园这些东西，完那菜园里哈。对。你看那边菜园里都是。我那么。这是样街。你看人这个剪树的，这个悠闲的。